曹格14岁，儿子变化大，烫卷发，长胡茬，显成熟，高颜值，疑惑赞助将出道。不知不觉，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已经过去八年多，节目中可爱的萌娃们都长大了，变成了大小伙或是窈窕淑女。近日，曹格的儿子 Joe 晒出一组照片，其惊人的变化引发网友热议。照片中，已经14岁的 Joe 双手插兜，目视前方，气势十足，青涩中又透着成熟。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二季中，他留着一头乖巧的西瓜头，脸蛋肉乎乎的，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十分软萌，也因此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。如今的他容貌大变，烫了一头个性十足的卷发，皮肤也因为长期锻炼变得特别黝黑，曾经圆圆的脸蛋现在轮廓分明。他的嘴唇边还能看见淡淡的青色胡茬，整个人充满了男子汉气概。除了 Joe 以外，他的妹妹 Grace 也变化很大。今年过年，吴素玲曾晒出一家四口的合影。12岁的 Grace 长发飘飘，五官十分清秀，女神范十足，颇有些女大十八变的感觉。作为星二代，他们从小便能接触娱乐圈，机会也比普通人更多，想要出道并不难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 Joe 现在年纪还小，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，充实自己的文化内涵。